对艺术工作者来说，审美观是最不能被妥协的一环，所以我会专注于一切与美有关的细节。无时无刻，何时何地，我都讲究尽善尽美。当你拥有完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时，你才称得上拥有完美的人生。巧思巧事巧夺天工 ，Ltd TVC 独具匠心的美式美家专家。